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绝圈哦，我是竹子，又是新的一周了。本周在各游戏中算是蛮精彩的，除了有全新的活动将会开跑之外呢，十月份的社群日也会落在本周举行。另外还有周更的一些聚焦时刻啊，以及团战约会等等的详情，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Here we go。稍微先跟大家分享本周会开跑的一些特殊活动方面，其中就包括了光之祭典活动将会落在10月14日本周五的早上10点开始，会维持至10月17日星期一的晚上8点结束。随着活动而新登场的宝可梦方面将会有碎碎菇家族，额外的一些加倍内容还有变动事项方面呢，可以在影片右上角寻找到相关的影片连接来查看。另一个在本周会开跑的特殊活动方面有10月份的社群热，时间将会落在2022年10月15日本周六的下午2点至傍晚5点之间举行。社群热的主角方面呢，将会有烛光林，社群热相关的一些限定招式啊、加倍内容等等事项呢，一样可以在右上角寻找到之前相关的影片连接来查看。再来我们看看本周受影响的一些特殊赛事杯方面，其中在10月6日至10月13日期间将会有大师联盟以及进化杯，然后10月13日至10月20日期间将会有超级高级以及大师联盟。本周的聚焦时刻落在10月11日星期二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举行，主题宝可梦有鬼师通，然后捕抓宝可梦可获得两倍星辰。本周的团战约会落在10月12日星期三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，活动时间段里面呢，泽瑞尼亚斯的五星传说团战将会更加频繁的出现。本周的传说以及超级团战头目方面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，从10月8日开始维持至10月20日期间呢，传说团战头目将会有泽瑞尼亚斯，而超级团战头目依然维持是超级雷电兽。最后还有一点小资讯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我们都知道10月8日至10月20日期间将会有超级雷电兽的超级团战，然而在10月20日至27日期间的超级团战头目是还没有公布的。但是在国外网站，也就是 PokeBattle 上面呢，我们查看到这边就有资讯指出，从10月20日至27日，然后从10月27日至11月8日期间呢，将会有超级诅咒娃娃作为超级团战头目出现。那 PokeBattle 作为蛮著名的一个模拟对战网站呢，相信也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存在。当然这并非是官方的消息，但是确实在10月20日开始将会有万圣节活动开跑，超级诅咒娃娃作为超级团战头目出现的可能性也是蛮大的。但还是要奉劝各大训练师们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，最主要还是以官方日后的消息为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有关本周在购游戏中将会发生的一些更新以及变动事项，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。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影片中的言论呢仅供参考，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，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